是麦克宝宝。看看这有很多的东西，我现在打开它和你一起玩。一套清洁的工具，和这里有什么呢？一起看看吧。这是个桶，用来装水。海绵，完成。啊，真是太乱了。首先，放到垃圾箱。地板还是很脏，我再扫一下。我先要把这个牌子放这儿。然后用拖把我还可以插镜子。
喷点水。继续。我需要纸。用这个拖把纸。完成了，现在我要用海绵来擦镜子。完成，我妈妈很高兴。我很喜欢这些工具。我可以打扫房间。我妈妈很满意。再见。